像不像那个花果山给他挑柿子的那个猴子，然后那猴子泡温泉是不是？还有什么？没有啊，我说你们俩像仙女一样。你来说什么？说什么？你谁啊？我高分了。谁啊？我礼貌问一句，你谁啊？不认识。放学的铃声响，他一个人孤单。他在气我。来，让我听一下。我听到了，他刚刚吃的奶油想放的。我也不需要眼睛，原来我也不需要，原来我们都是被锁。
下班了，拜拜。爱你，今天辛苦了哟，救命！来开灯，那我拜拜，拜拜，不要羡慕我们，运动好了。